走，哎咻，挖石头啊！早期比较容易嘛，我差点就死了。来，哎咻，挖石头100嘛，石头100，以后我就不用来挖石头了，太感动了。哦，去什么冒险去合成吧？真的吗？可以白天再去吗？我们不需要这么拼命吧？我们不需要这么拼命吧？白天再去啊，白天再过去合成呐、啊，合成面包啊。喂，哇哇哇！一人一条鱼救秋风。盖房子增加税收是不是？好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来盖房子增加税收。喂，呜呜呜，哇哇哇！哦，又生产嘞。我其实觉得伐木厂生产速度蛮惊人的，有点快。喂，楼梯有工作台，在楼梯吗？有吗？看错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去看，先挖到100个。喂，这现在挖几个了？挖两窟60个，这个加这个30个。是用合成台不行啊，这是冒险模式哎，可以吗？可以放置冒险模式不是不能放置东西吗？明星还没有，喂，等等我再去合成。哦，可以做防御塔是不是？好啊好啊，等一下来嘛。一口气，国王一开始要做这么多事情啊，我没有办法啦，没有办法，日理万机，没有办法。喂，做，刚刚好啊，30张，投进去就100个，投，100个，我投，我再投，哦，国王真辛苦，还要自己挖木，自己挖石头，对不对？哎嘿，回来了啦，我去盖一个，呜呼！去盖一个可以自己生产石头的，就不需要这么辛苦哦。这个嘛，100个石材，100个木材，30个原矿，OK。哦耶，哦耶，采石场，采石场完成了，呀比，采石场完成了，走了，走人了啦，采石场完成了，喂，那现在还有什么比较缺乏的食物？采石场完成了哦，现在钱很缺乏，就是缺钱嘛，吼，就是缺钱嘛。先去合成一下啦，楼梯有合成台没有哦？楼梯没有，都是书柜啊，一定要去村民家了。哎呦，来啦，这里是我的王国啊，来了来了哦，采石场哎。采石场诞生了，又有几根火把飘出来了。采石场诞生，哇、哦，酷毙了！超屌的采石场，哇、哦，采石场哎、欸，哇、哦，采石场哎、欸，把这根放高一点。采 石场哎、欸，我有采石场了。呜、哦。来啦，来做一下啦，这里吗？这里，诶，这里可以做面包诶。我现在要做面包吗？要做面包啊，做面包了。然后把一些鱼拿去换钱。什么？我偷的？我偷了什么？我没有偷啊。把鱼货拿去换钱，出售鱼货啊，出售。我现在有4个鲑鱼，生鲑鱼换哦，20个了啊。河豚也拿去换哦。河豚可以换2个，还有什么可以换？诶，荷叶在哪里换？荷叶是哪一个？荷叶是出售作物吗？荷叶要两个才能换。哦，去吃面包。我是不是应该要换一点种子来啊？换一点其他作物。西瓜，这是西瓜、小麦、地狱疙瘩，换一个地狱疙瘩来好了，换一个地狱疙瘩来。嘿嘿，我可以种地狱疙瘩了。还可以种什么？换一个甘蔗来，嘿嘿，可以种甘蔗了。还要种什么？
马铃薯、胡萝卜，哎嘿，我可以种胡萝卜了。嗯，换一个马铃薯，哎嘿，可以种马铃薯、胡萝卜，还有什么？好了，不换的啦，换到一些珍贵的资源啊。呜呼，来喽，我们去那个去种，咦，去种去种，资金资金有有有，啊，资金慢慢的在赚，人民慢慢的在帮我赚资金。甘蔗很贵，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甘蔗会这么贵。来种这边吗？要种在这吗？甘蔗种在水边，灰熊好了。那地狱疙瘩种在灵魂沙上面。喂，这里根本没有床可以睡觉哎。嗯，我偷钱，我哪有偷钱？我哪有偷钱？嗯，然后胡萝卜、马铃薯也种下去。哦，通通都种下去。这里种胡萝卜，胡萝卜，这个种马铃薯，马铃薯，马铃薯，胡萝卜。哦哟，都有了，都有了。哦，再长了，再长了。哦，哦，王国越来越……面包一下就吃完了。我好饿哦，好饿哦，哦，这么饿，怎么可以？我今天的王国，王国还建造的还蛮不错的，西瓜比较好诶，真的吗？那有空再建造西瓜。喂，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的资源啦，民心一啊，资金20，木材325，我有没有看错啊？怎么那么多啊？石材150，原矿191，食物190。哎呦，看一下，增加食物，增加民心。花费，花费木材啊，花费木材，明星等级上升，噔噔噔噔，哦耶，呀呼，呀哈，啊，好棒哦，再来啊，明星等级上升，噔噔噔噔，哦吼，呀嘿，啊呜，明星三级嘞，啊，再来。明星等级上升，哦吼噔噔，哦吼呀嘿啊呜，四级了，好轻松哦，好轻松哦，哎、欸，这样有点怪怪的感觉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、啊？按一下这个，我现在木材有120，石材嘞140，石材140，哦，石材竟然有140，再给你啊，石材140。噔噔噔噔，哦吼，呀嘿，啊呜！诶，明星5级嘞，好快哦！再按一下，噔噔噔噔，哦吼，呀嘿，哇呜！哎呦，明星6级嘞，太轻松了，太棒了哦！明星6级了啦，哈，明星6级了哈，实在太令人感动了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啦。来，在这一棵小圣诞树旁边，啊，结束我们这一集。或许小圣诞树啊，这一棵有没有小圣诞树啊？啊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啊，我们下集啊，下个礼拜二啊，同一时间那个我的王国啊，持续连载中。现在我有6级明星了哦，太好了，太感动了。实在太快了，那我们下集再会喽，拜拜。